你还要喝吗？喝什么？喝咖啡。你不喝了吗？我不喝，我已经喝很多了。真的不喝还是真的？我已经记你真的不喝还是假的？真的，真的哈、喔。那我就喝了，因为我喝完了。嗯，今天跟妈妈来共进早午餐哈、喔，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，就讲水蜜桃，我妈妈切切，伊就讲诶，你摕去吃。啊，其实我已经食一粒吧，啊，我妈妈就甲讲，伊食袂落去啊，叫我帮伊吃。我即摆给你访问，你是真能食袂落去，还是唔甘吃给我吃？我都吃过了，所以妈妈你要说实话，真的，因为要吃素一点。啊，我拢食比妈妈较济呢。诶，我来感觉小蛋，我感觉伊今仔无咧落啊呢。啊，可是人我有看到，二三二四，对啊。哦，够咧落去。好好，然后我就想了。今年我伫帮我看了一个小故事，对吧？因妈妈啊，甲伊个子女啊，做伙食饭啊，啊，因个子女啊，就甲伊洗头啊，硬起来啊，妈妈洗。结果因妈妈看到伊洗头啊，爸爸看拢红起来，啊，就啊流目屎。你知影因遐个子女啊，就想讲啊，阮妈妈一定足感动诶，因为伊做子女，知影妈妈爱食洗头，佮跳过甲洗头站起来，啊，妈妈食啊，妈妈。谁来流目屎？目眶红啊！你知影谁啦？我唔知影，因为因老母根本就无爱食鱼头，啊是小时候啊，因妈妈才讲讲，我一定互恁食鱼吧，恁食袂起哦，刺插着，啊鱼头刺啊哩济着啊，所以做妈妈都来食鱼头啊。以前的人没钱，就是把那个好的东西都给子女，是自己都吃那个比较有刺的，难吃的，对对，鱼头啦，鸡头啦，鸡叉啦，对对对，哎呀、啊，啊，其实是老母拢唔敢食，拢互囡仔食着。对对，对啊，所以我就咧想讲，妈妈你是不是嘛是唔敢食，拢互我食？是，因为咱家就是，啊，我七人食，我家己都食过啊。所以我妈妈看我啉完来就讲，来个要互我啉，啊，所以我就想了迄个小故事，讲吼，我讲最近哦，我妈妈是网红哦，迄间去。中华的高铁，我就看我妈妈来跟一个人开讲，我就讲妈妈，迄礼拜二吼，我妈讲不是我唔捌，因为早来问我讲，我是不是龙千源妈妈？对呀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就先这样了。